是的，所以我们得到了什么效果？我们先看一下，我们刚哇超多好效果的，哇哇夜视抗性抗火，加速挖掘加速哎、欸，我们刚刚吃了我们的钻石苹果，因为我们超级土豪了，现在是不是？对，我们现在钻石特多，黄金特多，有吗？其实也才不过就刚刚才500颗嘛，然后几百个呀、啊。对，几百个，但好像几百个也不是特别多啦。没关系，我们的挖矿机现在应该还是很努力的在运作当中啦，他去哪里了？对，还没回来、啊，还没回来，可能他真的跑太远了啦。路途真的路途太遥远了。接下来我们又要继续了，我们来开一下我们的好东西吧。来，士力柠檬汽水，可以柠檬汽水，炎炎夏日，炎炎夏日要喝这个。我现在突然好想喝，我有一个这个叫什么？你那个是什么东西啊？Natural Vapor Compressor 压缩机这个是什么呢？摆出来好像还蛮有意思的，看它怎么合成啊。哇，感觉合成不简单呢、欸、这个东西合成不简单。我们现在的话呢，我先看一下、喔、这里面的话，我们这里面其实也会生一些钻石啊铁啊什么的，然后这边没错，我们的配种犀利抗的鸡终于出现了，我们先完成犀利抗的鸡吧。犀利抗的鸡，犀利抗的鸡。但是这个红鸡加杀鸡会出红石鸡，他们很会生，已经生了7只鸡了，可是还没有出现任何的红石鸡。你在干嘛？等等。哦，你知道我先跳回去，让他们先回去了。对，灾难呢、啊？这个叫做坑爹阿雷的坑爹，真的，天哪！坑爹阿雷的，还有吗？还有一只在这上面，我踢下去。OK， 好，你可以自杀了。OK， 我可以自杀了。那个鸡打到你会燃烧会死的、啊。钻石鸡要死了。哦，等一下啊，钻石鸡。OK， 钻石鸡还活了一个下来。还好，我错。为什么会打到他们？我也没做什么啊。你用鸡蛋砸他们不是吗？不是啊。真的很坑我真的觉得你真的很坑啊，坑爹第一人我错，超坑第一人，坑中之坑，真的坑中之坑，吓死我，我还以为我死亡的你都在上面，可是你拿得到吗？应该可以，我这样跳过去。OK，有了，好了，可以了，我们做点认真的事情吧，我们该做认真的事情， okay, 不要在那边什么，我们虽然还是继续搞鸡，不是搞玩鸡啦，但是对，我们应该是把任务先做下去了，是的，不能像我这样子，像你这样真的是太坑了一点了。对，太坑了。所以我上次合成的东西都已经没了耶。然后，但是他现在又有合成这个机器，我们又需要在什么 machine frame 的那些东西，又是上一集要的东西了。我的天，我们死够多可以的。好了，我完成了这一个。对，这个东西看起来好像是它可以自动播种之类的吗？还是什么的？吗？好像是吧。但是我们好像可能不是很需要它啦，也许啦。没关系啊，先把它拿起来，然后，他给我们绵羊了耶！拿下去，它可以生屎，它可以生屎，对，我们现在很需要屎啊，屎的来源要多一点，所以绵羊给我出来，真的这样子，它那个我们农作物才能生快一点，然后屎才会越来越多，对，真的，什么时候屎已经变成这么高贵的东西啊？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屎还蛮重要的耶，很重要的资源呢、堆肥嘛他接下来朝我们那个也合成这个 plant gatherer， 就是可以自动收植物的东西吧。不过它是这个模组里面的，我们已经先用了另外一个模组里面的了。知道什么意思吗？不知道。不同模组，但是都是那个自动收集的东西、啊，可能是对，对，好，所以我们现在对要再做一个，对不对？对，我要做一个，是新的另外一个，但是等于说我们这个做出来也等于没有用啦。对啊，看起来又会没有用了。他要再继续要我继续做这些东西的话，我真的有点受不了。Machine Friend 又要再继续去合成，崩溃。你直接合成个3-4个 machine friend 这样子，你之前都合成铁桶嘛，对不对？啊，对，看起来 machine friend 这是要到底要多少个了？现在，好，没关系，这个也做出来了。哎呦，飞超过了！哎呦，魔豆，
现在有魔豆还有20块钱，魔豆也是可以种下去的耶。魔豆，对啊，魔豆它是随机、等于说是它收获的时候是乱收获一些奇怪的东西起来的啦，不然种一些好的，种一些魔豆好了。我看要拿些什么东西起来，它会像杰克与魔豆一样会长越长越高、啊，对对对，不好。我先拿掉一些胡萝卜，我感觉我们胡萝卜好像种太多了，把魔豆种下去。是，这个东西它可以收集污泥之类的，我把它拿去那边稍微试试看好了。对着我们的农作物，它到底可以怎么弄啊？好好奇哦。我们一开始也不要给它太大的范围好了。然后它应该这样随便放，应该就只有一格的范围吧。然后接下来就是要给它的电，电就要直接给它过来了。所以如果我眼前的这个农作物，我先让它长起来的话，用这个屎我能不能直接施肥？可以的。被它收掉了吗？被它收掉了耶。他收哦收哦，你说被那个采集器收掉是吧？对，刚刚合成这个采集器收掉，然后他真的收了两个红薯在这里面了。可是他就很讨厌的一点是，他收完之后那个地上不会留下任何东西，然后他就直接全部都收掉了。哦，又要再重种。对，所以他才会要我们合成刚刚那个会自动种植的机器，自动播种的机器这样。对，所以我们知道他用如果要用他这一个东西的话，我们可能要把他这个装置要弄到旁边去之类的吗？因为我们接下来就是要合成一个叫什么精致机啊，就是这个污泥精致机啊，所以没关系，先把它合成出来看看好了。感觉上就是好像主要是要拿去卖东西的话，我们要先精致过这样子。哎，我们有毒马铃薯需要嘞，我记得他有收到毒马铃薯，哎，有了，没错，他毒马铃薯有，他们他有收到毒马铃薯，很厉害。他这机同样的机器那种感觉有没有？不过它都是基础的一个 machine frame， 然后啊，我要基础控制电路，对，两个红。基础控制电路应该有，我有多做这样子，有还好。好了，所以这一个 refiner 就出来了。OK， 这个 refiner 的话呢，就是一个污泥精致机吧，然后看样子应该就是放在它的旁边，然后把它的污泥呢送过来到这里来之后，它可以精致出东西来这样子。OK， 好。我不知道，我用那个最小最烂的那个范围 add on 啊，然后看它到底范围是多少。看哦，果然是3×3，最小最烂那个就是3×3。OK， 那刚刚好，刚刚好。然后这一个我们看一下，对，就是3×3的范围是给它的，所以这边的话呢，看起来，种水稻也是可以给它的、啊，红薯也是可以给它的，水稻或红薯都可以。我们全部都用红薯吧，全部都用红薯。Okay, 一致就比较统一嘛，对，一致化。然后就是这个机器呢，我们要直接埋在下面，然后是还要再多一格起来的样子，就贴着那块地。对，没错。那这样显示范围，它应该就真的是在那个上面的这样子。对，没错。我这样我没看到。好，没关系。那我来塞一下，然后把它3×3先弄下去。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它又需要什么电力啊送下去。电力，对。所以电我们要怎么送给它？我往下熬，往下熬，好吧。其实不用啊。走这边下去啊，走这边下去。那走这边，因为它这个也可以吃得到电啊。OK。所以它是哪一格来着？上面这一格把它挖掉。对，就是这格。对，可以，电就来了。可以。好，旁边这边再挖一下。让电呢从旁边这边过来，好，有了，电开始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把一堆的红薯呢先塞回去给他一下，对，没错。然后他如果收成了红薯的话呢，也要让红薯呢送进去给他。所以我们这边还要物品运送的那个管路要给他，对，物品运送管路要送到下面去，这样。你有拿吗？我没拿。好的，那我来拿一下。这到底在干嘛啦？这个配管师阿雷。这样子，然后这样子，然后就可以给你调整送过去，对。然后红薯呢，自己就会送过去。那理论上来说啦， okay, okay. 看起来这样，也许它就会自己播种了吧，对不对？喂，对，我们打掉一些试试看就知道了。打掉 ，OK， 把那个，它会播种吗？会吗？我怎么感觉它一点要播种的感觉？有了，它是播种播得很慢啊，只播了一个，但是那也太夸张了吧？不太对吧？input 啊，没有啊，没有，它是。它是这上面的九宫格吗？它有没有什么范围做动？有啦，我看到了。你看上面这边就是两格，这两格有没有？就是我放在那里面的那两格。哦，所以我只要把它分开来放的话呢，对，上面就会开始都中了吧，对不对？
好，所以我们接下来下一个要做的东西好像跟污泥就没什么关系了耶。他只说有一些其他的植物呢需要一些比较温柔的接触，对，比较温柔的接触，像什么灌木丛那一些。对，就是说因为像我们刚刚那个就会完全的都是怎么讲，完全的就是把根都直接都拿起来了嘛。是哦，对，但是像灌木丛那个你就不能把整个灌木丛拿掉，所以它需要另外一个机器来收集那个灌木丛的东西。OK 这样子的话我们那些蓝莓啊那些也都可以让它自动收集耶。对耶，啊，不过这个东西要怎么合成来着？ Interactor 对，这个东西要的是剪刀而已啦，但是一下 machine frame 又要来了，所以我们又要再做一堆有的没有的东西。有的一堆没的，因为我们的 machine frame 呢终于把最后一个都用掉，但它现在又需要 machine frame 了，跟两个红石又是一样的东西。他那个一样的东西这样子一直跑真的是蛮看的，真的是有点心累，真的看起来真的很像是一样的东西这样子，真的。所以你先做个十几个哦，有蓝莓图案的东西出来了对吧，就是我刚刚做出来的这个东西啊，我先摆出来它到底是怎么运作的来着。灌木丛就跟外面的那个一样啊。你说它的这个，对，先随便放一下。是的，我这边已经开始给它有电在运作了。然后呢，因为我们那个啦，你不用担心的一点是什么呢？你那个任务有没有？ Uh-huh. 你任务一接，灌木丛就来了。哦，啊，对啊。所以我现在先把一些灌木丛先放一下。然后它有要收蓝莓的意思吗？它有要收吗？或者是收？哎，有哎，欸，哎，欸，它收了。喂，它收的时候是哪里温柔了？它直接把东西都吐出来了。是他整个拔掉吗？还是不是啊？他是把那个蓝莓直接喷出来啊！哦，直接喷出来。不是，我们要是在地上自己捡啊，那没关系。现在把那个污泥先送过来吧，看能不能把这个的污泥 对用管线送过来到这一台来。这是第二倒数第二台吗？是污泥的吗？对啊，就是眼前这一台嘛。对，那我下面这边留了个洞嘛，你可以把那管线三根接一下，就是接过来就可以了。这边吗？对，然后接过去就可以了，三根就好了吧。然后我再把它给吸出来嘛，我怎么好像点不到里面那一个？吸出来，哎，有啦 OK 哇，我们弄好久的液体的，所以它自动的弄出了沙，就这样子而已啦。OK， 很好哦，我们大费周章哎。原来他把污泥哦精致污泥精致变成沙是这样子 ，OK。接下来它是什么？哎 ，the resource fissure。他要的是钓竿啊，然后又跟刚刚合成的那个东西都一模一样样了。好了，一模模一样。对，然后又需要一个基础控制电路，两个红石，然后一个钓竿这样子。来吧，看你怎么解决掉吧，应该都能解决的了。对，但是就是要把另外一颗，好的，所以我这边得到另外一个捕鱼机，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叫做 Rod of Lisa， a magic fishing rod， 一个有魔法力量的钓竿。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烤箱，也就是我们也许对不对？这个东西我们的厨房也可以出来了。是的。哦，这个东西终于好，我们来看一下。哦，这个是烤箱，机智如我。哦，你已经搞定了吗？我来看一下。搞定了。OK， 机智如你啊，机智如我，可以的。任务可以完成了吗？有了，有耶，OK， 终于，好久，天哪，哦，你那个真的弄了好久啊。对，他这个烤箱有点难合成啊，这个烤箱是怎样啊？有点崩溃吗？有点崩溃，哎，真的有点崩溃。他这个到底是，我看一下，等一下，这个，他知道一般的硬化玻璃应该就可以，但是硬化玻璃要怎么制作出来呢？哎，工业精炼炉是可以。但是我们没有工业机，我们用合成的话，我们要铅粉、黑曜石粉加高温沸石粉，所以我们需要铅粉跟黑曜石粉。欸，工业精炼炉哦，我没有。你要不要看一下那个箱子里面？我记得好像有看听过那个名词。工业精炼炉，我们不可能会有吧？不可能会有。但是我们需要铅粉嘛？粉是不是也是跟用你那边的东西去磨就好？对。所以我拿一些铅下去，应该可以磨出铅粉吧？对，铅矿要拿铅矿，要拿铅矿去磨，不是拿铅锭哦。好像不是，我是拿铅矿啊。OK， 好，所以铅矿在这边，我需要一些粉，但是要多少粉呢？所以是负极仓用来磨粉的，
是负极舱吗？还是旁边那个？我有点忘记是哪一个机器要去负极舱。负极舱，对对对对对对，应该是负极舱。我丢进负极舱，它是有反应啊。哦，有啊，铅粉出来了，哇！而且磨一个等于磨两个就出来了，磨一个会出两个铅粉这样子。对啊，所以负极舱这个粉应该是可以拿去烧吧？对啊，这个粉拿去烧就是铅锭了、啊，它也算是两倍的意思啊。铅矿拿去磨，麻烦一点点，对，会稍微麻烦一点啊，还不如直接用我们的红石炉烧比较快一点这样子。对对对，费时粉，费时粉有几个啊？我不知道，我随便先做了几个出来。黑曜石粉像这样先放着，高温废石粉再加铅粉 ，OK， 硬化玻璃终于出来了，三个硬化玻璃，我的天啊，强化玻璃吧。然后强化玻璃出来之后，我还需要的是什么钢板啊？钢板要四个。硬化舱 ，OK OK，、啊、东西大概可以用出来。我们的烤箱终于要出来了吗？烤箱，烤箱出来了。要哭出来了，怎么这么复杂了？好感动啊，太感动了一点。他给我们工具架，工具架还有那个、欸、香料架、欸，所以真的是要弄厨房出来了、欸。我们厨房是不是直接弄在旁边就好了？我先把它摆出来好了。但是它可以开、欸，你看它有动作的。我看，我看，我看，烤箱本身有动作，可以看得到。哎、欸，酷哎、欸，酷哎、欸，对啊，还有香料架，然后还有烤架这样子，哇。OK， 哎、欸，这样不错，这样不错。然后接下来的话是要合成一本。Cooking Book， 所以先拿出一本书。我记得这个模组好像我之前有类似有稍微玩过，它确实就是一个那个怎么讲，弄厨房弄料理的一种一个模组啊。模组啊，所以我这个书呢，先烧了之后会变成第一本书，然后所以我们的书呢，现在还要再去升级一下，我们要两个工作台加两颗钻石，合成 ，OK OK OK， 合成完成，合成完成。有点无奈的感觉。哎、欸，我们拿到一个吐司机、欸，我手上这本书是显示出我身上有的食材可以拿来怎么制作什么样的料理啦，所以我身上的食材如果放越多的话，就可以制作出越多种料理啦。哦，所以把身上放满食材这样子。对，然后这一本书呢，只要右键打开一看，你就会看到很多东西。像我现在放有胡萝卜汁也可以弄出来，所以我们只要可以合成、欸，感觉不错、哦。榨汁机的话呢，哎、欸，对，我们就可以开始做各种各样的料理了。哇，还有，现在有点渴，还有，现在好想喝水或茶。你在想什么？本人是吗？OK 啦，欸，我刚刚不是有那个拿到一个柠檬汽水，我在这边我先喝一下，不好意思啦，我先喝柠檬汽水了，耶、yeah ，好舒服，好，但是我们吐司机，欸，我们再要做冰箱，有了饮料然后做冰箱这样子是吗？冰箱要怎么做呢？欸，冰箱只要一个铁门加一个储物箱就好了、欸，三个铁门就出来了 ，OK 啊，简单啊，欸，铁桶，我现在才发现危机，没铁桶了吗？没铁桶了吧？欸，我看一下有没有放回来。我们已经没铁桶了吗？没铁桶了吗？所以有四个冰箱，我们冰箱也就可以先放出来看一下好了。冰箱像这样放吗？有冰箱，看到没有？冰箱能再叠上去吗？不行了。哇，可以可以。冰箱有了，冰箱能打开，冰箱是能放东西的，冰箱也确实是打开是有东西的。哇哦，可以放东西，哇哇，而且还会有那个，它会自动分左右边，有没有？哇，真的，哎、欸，这个是赞哦！我们的厨房，这不错，这不错，厨房出来了，而且是有作用的厨房，有作用的东西，对，很好，我们终于开始准备要来弄料理了嘛。哦，再来还要又做水槽出来了，水槽也要把它弄出来了 ，sink， 我们要陶土哎、欸。好了，我的水槽也先弄出来一个水槽，所以水槽也就可以放在它旁边了吧？这种感觉，哎、欸，怎么会有一条鱼在上面？太洗鱼的感觉耶！欸，这水槽点右键还真的有用啊，它里面现在充满了水耶，但是它应该有其他的用途吧？哦，对哦，我们可以直接拿到那些什么刀砧板锅，还有生平底锅了耶。哦，欸，这些东西的话呢，基本上好像是可以放在那个，就是这个烤箱上面的耶。啊，对，我放上去了，我放上去了。我们接下来还可以再拿到更多的那个耶，任务再完成的话，可以拿到更多的。怎么讲？食物，还有刀，那个什么工具之类的。哎、欸，这刀上面能不能放在工具板上啊？哎、欸，可以。其实它这上面这些东西好像也都可以放在那个上面的工具板上。它接下来我做又是那个厨房那种什么讲厨具、橱柜的那种东西出来的。我看一下，所以他要我做的是什么 kitchen counter， 好像要做两个吧？这个应该是用烧过的石头啊，又要陶土了耶，
要很多陶土加储物箱 ，corner 是要六个耶，哇塞！然后烧过的石头要来一下，它应该是要我合成的是这个 kitchen corner， 所以 kitchen corner 有了。这个转角的东西呢，应该就可以放在这个冰箱的位置吧？我先把冰箱先打下来看一下，冰箱的位置这边放下去，就是一个转角，没有错，一个转角。所以我这边呢，可以再合成一个这个出来，好，一个先合成出来。所以像这样可以把它放着，哎，就连上了。哦，这个本身也算储物空间啊，这个。所以我是在最后一个要合成出来，没错，我要这个一摆下去，这个、就是没错，一个转角的，一个转角的转角的厨房就来了。好，所以我先挖下来，因为要完成任务。有了任务完成了，哦哦哦，要把它抓起来。所以我们不知不觉，我这一条已经要走到最后一个了耶。压制机，哎，压制机两个我做出来了，太好了太好了。OK、yes、OK。红石跟雪球，所以我们会做一个黄豆种子跟烤过的这个不知道。对，好吧，总而言之，我已经先拿到了黄豆了。黄豆是丢进来的话就被压了吗？哎，好像它开始压了耶，开始压缩了是吗？对，它压了什么？谷物诱饵加丝绢豆腐真的有，但是有一个谷物诱饵。哎，胡萝卜，等等，我胡萝卜真的丢进去了，它真的在压。他压了，他直接压胡萝卜汁出来，哎，然后蔬菜诱饵，哎，哎呦，原来是，哎呦，哎呦，胡萝卜汁可以直接喝了耶，然后还有胡萝卜汁都有了嘛，应该还有其他苹果汁，搞不好也可以出来了。对，然后我们塞一颗苹果进去，我们之后就可以研究，开始研究说要做什么各种料理，没错，每天 对各种料理，然后以后就是我们拯救世界怎么办？不用管了，不用管了，没关系，不用管了，不用管了，我们来做美食节目吧。苹果汁再喝一下，是的，好吧，那我想，阿雷你在哪里？我在外面铺电路。你怎么？哦，你要在外面弄那个、啊？对、，OK，因为我做了，对，就多弄一个那个风车嘛。就是说，对对对，那风车的话呢，就是像这样电力才有可能够这样子。对，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这一集回到未来魔主播，感谢大家的收看哦，期待我们下一回再见了，大家拜拜，拜拜拜拜拜拜。